欢迎收看我不坑拿铁频道。今天要继续介绍手游 FIFA， 我要活下去的新模式的攻略，就是蓄力对决。好的，今天这一集呢，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 CG15 的使用方式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 ，CG15 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是一把比较像是太空枪、未来枪啊，它可以近战冲锋，远距的话可以像狙击枪一样，中距的话也可以像步枪一样可以射到敌人，只是说距离越远的话攻击力会越弱，所以你就要必须说你要开镜后用蓄力攻击敌人。好，这里的话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说你一开始降落遇到敌人很近的话呢，你不妨就直接冲过去跟他拼枪了，就像这样子。 OK， 他往右边跑， OK， 直接收掉。然后刚刚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敌人，所以呢一样可以去继续追击。75主要如果远距的话，你可以开镜来瞄啊，然后他一样可以开关镜，他有预设瞄准，开镜后会去贴敌人的身体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方式，就是用冲锋枪的打法。有敌人，好，现在没有看到他，欸，他跑出来了。OK， 你可以稍微跳一下的话，有机会爆头敌人。这就是用冲锋枪的打法的话呢，75近战是这样子打，方式还不错，可以推荐给大家使用。好，这边的话分享的话是远程的攻击方式。远程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开关键的方式去贴他身体打，也可以用蓄力去攻击。好，现在跑出来以后呢，你按下攻击键，放掉攻击键以后呢，打到身体，对方会直接就死掉，因为攻击力大概有400左右，就是玩家说的。好，这里的话分享，如果敌人在移动中停下来状况下，你可以瞄的位置，你可以瞄到身体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直接收到敌人了。这样的方式也是非常快的。这里的话示范一下移动狙击，就是你敌人在移动的时候，你预判他走的下一个位置去做发射。好，我现在一样是开镜后按住攻击键，放掉以后呢，直接打到身体，敌人就会直接死掉了。所以这把枪的攻击值非常非常的高。好的，刚刚已经介绍完了，就是枪支的使用方式啊。当然你可以用开关键方式去打敌人，然后会有点攻击力，可是可能没有把开关键一枪就打死敌人，可能要一两枪、三枪这样打死敌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那我现在穿的这套服装是官方提供我试穿大概30天哦。30天后就要还他们，就是这次转蛋的大奖。对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样子。其实服装就只是耍帅而已，它也没有任何的功能，就是我说的是服装的部分啊。好，这一场呢我要开始跳了，我看要跳哪里。我们实际来打一场吧。像我的话有时候会选择先跳啊，因为毕竟是极速模式嘛。然后选择比较地势比较高的位置去往下打，其实比较好打。如果是下往上冲的话，有时候遇到敌人，你敌人在高坡的地方，你看不到他，你就被他偷袭了。好，我们降落一定要先找武器啊，先找一波。前面有两个敌人，三个敌人。降落之前我都会稍微记一下敌人的位置所在，只要确保不要很远的话，不要很远很近的话，就是不用担心说他直接会过来抓我，可以先捡武器。因为像很多玩家会选择降落后跟随别人空拳流嘛，对，就是我之前的方式啊。所以我现在没有在用那个技能，是因为我现在装另外三个技能，大家可以看下面。好，我们这里呢先找一下敌人在哪里。其实最好找敌人的方式就是等他开枪啊，或者是你乱跑乱跳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开枪了。然后大家记得这个模式蓄力对决部分呢，你如果在路上走啊，敌人他蓄力 100% 攻击到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死啊，因为攻击非常高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敌人。这有补包，再来就子弹，其实不用捡太多啊。大致上来讲，你补包捡多一点，大概到10个补包差不多。可是基本上这种蓄力都直接死。哎，哇，前面有敌人，左边有敌人开战，走。好，我们先看左边在哪哈，左边比较近，先打。远距离那跑掉了，最近开战了。我刚好听到有枪声，可是我上面有一个人在用冲锋枪的方式打，然后这个模式只捡得到 CG15， 捡不到凝胶护盾，然后可以捡得到三级防装，捡不到头盔，可以捡到维修箱。哎，我是看到敌人了，又有一个啊，可恶，他刚好跑掉，他在瞄上面有人。哎，从上面抓他，哦，他好像在杀上面的人。旁边，他过来了，他没发现我，等他一下，我们直接抓他，守株待兔，好，上来了，
残血。OK， 直接收掉。好，我们的话呢，就先吃补包就好了。然后我会多拿一些补包、啊，冲锋枪子弹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打完，因为一场就二十个人，你不用装到太多啊，不用太满。我多少台通常都拿大概200发就够了。现在还剩七个敌人，像我刚刚那个打法就是冲锋枪的打法。敌人在很近的距离的时候，你开镜可能太慢了，你不如直接用冲锋枪的打法打比较快。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敌人在这附近。因为这个圈呢，最后可能会缩在山顶这附近，不确定是往这个方向，往我这个方向缩，还是往下面缩。然后刚刚其实看降落点啊，还有前面刚不是有敌人吗？所以这边附近应该有人，我要小心一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防弹衣三级的，拿一下好了。然后现在穿这个服装，我不知道你大家喜不喜欢啊，因为我是觉得有点亮，很亮的一个服装。然后官方就是借我穿30天，就展示给你们看啊。然后你们大家都想要抽的话再抽啊。然后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蛮漂亮，蛮帅气的，像那种 DJ 电音 DJ 的感觉。只是这服装颜色有点太显眼了。如果说你想要不要被敌人发现，还是选择穿绿色类型的服装，比较远距离比较看不到。像他这蓝色算蛮亮蓝的。剩四个敌人了。这模式啊，不用意外，敌人会死很快，因为只有19个敌人而已，一场只有20个人，它就极速模式。然后你要提早跑圈，因为这圈非常非常的堵。然后在地图中可以捡到升级的维修箱跟香菇，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香菇，一定要吃，因为香菇在你损一点血的时候，它可以帮你补回来，你就不用再去吃补包了。像我现在不会考虑再捡东西，因为我现在有11个补包。现在只要观察敌人在附近，看到敌人了。就一个 ，OK， 哎、欸，没中，怎么可能？哇塞，什么鬼 ？bug， 这是 bug， 他有防弹衣是不是？防护罩，他有防护罩，哇塞，太夸张了，哎、欸，打不到他，防护罩，有防护罩，哇，这是 bug， 这应该是这游戏 bug， 有打到了，太夸张了，我刚刚第一枪其实基本上就有瞄到他了。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以为这个人是外挂开那种防护罩之类，就看起来应该是游戏 bug 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刚刚靠那个旁边站得太近，可是也不合理啊。这中间的地方，我玩这游戏玩那么久，我没有遇过这个地方开枪出去被挡到的。我刚刚前面是没有掩体的哦，没有任何栅栏之类的东西。我开枪的时候基本上出去就要打到，可是像防护罩一样打不到，超傻眼。好吧，剩下最后两个敌人了。哇，好，这游戏其实 bug 真的很多啊，外挂 bug 一堆。我们只能等官方慢慢修，很好玩的游戏，只是说外观 bug 有时候破坏到游戏体验。剩最后两个。好，我现在在坡上，我这个位置其实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下面开战。小屋，有人进小屋了。等一下、哦，我看一下，等他出来，他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两个干嘛？哎、欸，他们怎么不互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互打？是我错觉吗？为什么刚刚出来是在没看到他，还是怎样？好，不确定。总之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他不打他？好，最后一个，应该不是认识的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看不出这个状况啊。总之还剩一个，不知道这是很奇怪的状况，是他没看到他，是不是？他们两个是对，他是敌人吗？那么近的距离没有打到对方，好奇怪哦。他不出来，最后一个。其实这种特殊模式，我不是讲他这个是哦，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有没有非法组队啊。其他模式之前砖块那模式很多非法组队，很多，常常遇到两个人走在一起，然后不会互相打对方。这两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看不出来。刚刚躲后面，感觉上应该不是。哎、欸，收圈了，出来吧，出来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人呢？他已经走出来了吗？他吃毒还是他已经出来？哦，他已经走出来了、啊。我刚没仔细看，刚才移动的时候刚好没，刚好视角被挡到了。哇，狂开枪了！我一发给他，送他回去。出来了，再见！一发送回家。好的，吃鸡。好，其实15的部分呢，近距离你就用冲锋的方式玩，远距离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开关进去黏他的身体，打身体。
也可以，连续开个几枪也是可以死啊。玩法其实蛮多的，然后我主要分享的话就一发解决比较快啊。对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这个模式呢是比较时间比较短，它叫蓄能对决。对，不是蓄力对决，是蓄能对决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讲错了。总之来讲呢，它地图都是买不打。然后这个服装是官方借我穿30天啊，30天后就会不见了，自动就会消失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，然后我应该是不会抽这一套啊，只是觉得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电衣还不错，看起来蓝蓝的有点帅，只是说不是我喜欢的颜色。如果是绿色，我应该会想抽。好啦，蓄能对决的部分呢，主要就是走 CG15 这把枪，然后你可以拿到3级的防弹衣，拿不到头盔，可以拿到护甲升级箱。对，然后可以吃得到香菇，大致上就这一些啊，剩下其他东西应该都没有，包括近战武器什么的都没有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，活动从7月25到7月28号开放这个蓄能对决的模式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喜欢，也可以持续订阅我，也可以帮我影片分享出给你朋友，后面有一句叫 Free Fire 攻略情报，也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咯，拜拜。